国庆。好，我们在这里邀请我们的总统还有市长以及我们的游戏坤院长先入席，跟我们一起欣赏烟火。
蝶。过去第一年，台湾面临各种挑战。然而，在今晚，当第一颗流星闪烁穿越夜空，我们相信台湾将会豁然重明，迎向美好的未来。
第三幕，被你的温度温暖，林婉瑜。在台湾最美的风景是人，无论是浓厚的人文情感，还是对新住民和来自全球的朋友们的关怀，都来自于人与人之间真挚的情感。这样的温暖也让来自世界各地的朋友们在踏上台湾这片土地时深刻感受到。小白菜一个爱，小白青的温暖体贴的心，看我气氛又舒快，啥人是一个世界运气上好的人，才会当讲你甲我来熟悉，得到我的爱。Muchas gracias. 我相信有爱一定的赢，我衷心拥抱表示我满的感谢，我敬重你的心，你的爱交予我。我想要做一个爱，我想要真的温暖体贴的心。看着他，因为我是你的家。
第四幕，此刻我神情鲜艳，杨家贤。当对于未来的期望和温情感染了来自全球各地的朋友，我们将充满自信和勇气，步向光明的未来。